岁在丁丑，梅月之吉。这个摘星山庄哦，在1877年落成诶，已经百多年的历史啊。后代子孙啊，为着要纪念祖先，所以真用心，甲只保存甲真好。阿坤啊嘛知影讲，伫潭子这个所在，有一群人真爱护咱的土地，咱赶紧来看伊是安怎做诶。台中的潭子最出名的就是加工出口区，但是这些水质好，土地肥，四处都可以看到荔枝树和绿竹笋。潭子的在地人重视传统文化，对环境的保护也很用心。现在就带阿芬来去了解潭子的人是安怎在爱护这块土地。观音妈庙是咱家信用的中心，啊，若做环保是咱信用的活动。较等下，我要带杨师兄来去修环保，要来看咱家环保志工安怎地爱护咱的土地。哦，这就水了呢，敢那一座森林呢。叔兄，这是什么所在哈？哦，这就是咱新田林区吼有名的乌邦树卡。哦，嘿嘿。啊，我今日带你来吃吼，就是要买荔枝，因为咱的环保志工菩萨吼真辛苦，啊，咱来采收一挂荔枝吼，来感恩伊。哇，这做老热的呢，师兄师姐，哦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好你好。啊，那要知影这荔枝啊，要安怎办啊？要问什么人？阿兵叔呀。爱人伫个倒位？耶。阿兵叔兄，哎，师兄师姐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咱这个园啊，足宽足大个呢，啊，拢你伫个照顾哟。哎，师兄师姐，你正个照顾啦。啊，我一人能力有限啦。啊，我们的园区哈，总共在这里有70几家嘛。阿兵叔兄，我只能讲吼，你把所有的心血吼，拢放伫个咱的园区，吼，拢为头顾甲尾，对不？我拢只能讲你做辛苦，甲看手就知啊。你讲叔爷，你的手啥啦？对哦，不小心弄会去做哪做农事，拢至少都拢会淡薄啊受伤，而且小 case 啦。你还是要戴手套啦。有手套有戴，今天如果没戴手套的话，可能受伤会更加大。哦，还是要小心，好不好？是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叔兄，啊，你家这个是啥哈？这是采果荚。采果荚，用来办这奶鸡。办奶鸡，哈是。好，啊，你教我哪办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这有一个方向感，吼，就是咱这有红的这边呢。嘿，红色的。嘿，奶鸡都一边，咱就向奶鸡这边。哦，向奶鸡。安尼吼，叶的伊就结掉咧。应该搁较悬就对啦。哈。哇。好。哇，安尼足方便的呢。好，手摸夹到，手摸夹到。好啦，你必须要讲手摸夹到，摸会产出伊同款。好啦，阿夹未？阿夹未？为倒夹？伫只，伫底咧。这里有一个夹子，安尼就爱甲夹咧。哎，对了，阿夹未？卖放。好啦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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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一颗，一只了吧？我来家18年了，我未来家的时阵哦，体内的不好的东西呀。每天都拢有状况，啊来家了后，好像这里的奋斗心都被我吸光了。可以让我感觉到的是讲，人哦，应该跟大自然多接近，好，我这大感受是安尼。这里是工业地区哈，工业区在后面，这都是有名的大中心。今麦都要上下班时间，但是苏娘嘛是在上下班，只是伊无领工钱。师姐你好，你好你好，阿芬师姐，师兄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啊！那这是多好，已经发现农业在维修啊！哎，感恩你，感恩你哦，感恁大家哦，感恩哦，足好个安尼。叔兄，哎，像像咱遮个环保啊，拢安那伫个修哈？哦，咱潭水环保吼，咱就是把所有环保回收全部落实到个水里，
啊，让咱协力哈，带动咱社区内底环保志工。哦，我知影，意思就是讲啊，落实社区啊，对对。咱这个社区啊，譬如讲杨师兄、下面师兄，阿姨来承担恁这个社区。对对对。啊，阮恁个社区就变作阮家己承担的意思，对不？哦，所以都只苏姐有讲讲，请因好心、好人好心来付出。哎，也是讲咱这边的苏娘，买来到承担。啊，恁最好就是讲咱当地环保志工、甲社区志工，和咱当地苏娘。承担起来啊，赶紧传出来，就是一直跟他们互动，传承下去，因为有互动跟他传承，有互动就有传承嘛，是，哇，已经有一台车在那里了呢，师兄已经来先载了哈，刘师兄，咱这个店嘛，回收量拢足多呢，我刚才看到两个店嘛，无，还佫有几啊位的哦，迄边啊一个叫幼稚园那个。每一礼拜拢一台，包两包，三包。啊，搁对面遐个一个叫做厝外啊，啊，遐做一个，另外拢了半台车的哦。所以遮诶店拢属下你咧修吼？对，我阿哥就是林师兄。哦，甲林师兄咧修哦，吼。咱一礼拜一人一台车。我感觉阮这师兄啦，若无阮师兄来修，我也唔特别蹲，你但我嘛唔知要安怎叫。哇，安尼你足够，你一个人我都叫遮尔多，大部分拢我叫较济啦。两车，啊，你拢几点出去叫？嗯，我拢早时啊，七点一抓，啊，十点一抓，十二点，差十二点半啊一抓，啊，搁下昼三点，搁夜晚八点，搁大暗十一点，等到最后尾到十二点。你等于规工拢伫咧捡回收就对啊啦，你专职的啦。哇，我捡这捡啊，做有心得。真正是专职的。因为吼，规期去吼，啊，拢一撮拢五六包、六七包都转来，你知无？啊，咱就安尼足唔甘的，就讲哦，这吼无捡吼，无法度去扶持咱，就搭爱读吼。吼，啊，我讲啊，就拼死捡啦，反正尽咱的力量啦。延续班一个荔枝，好啊，感恩你，好，感恩你。感恩啦！祝你感恩，祝你做好。我是老菩萨他们的宝呢，所以我好开心哦、喔！我最爱回来我们环保站了哈，阿妈，嘿呀，感恩感恩，阿妈你几岁？我呀，嘿，七十六岁呀，我七十七岁，七十六，我七五。我们七年级的哦、喔，我们是七年级这一班拢七年级的哦、喔。潭主环保站有真侪老菩萨，超过七十五岁有十几位，加起来有超过一千岁。其中有一位爱珠阿嬷，伊讲较早的代志虽然拢记袂清楚，啊，不过若是讲到珠姐，伊逐项拢记甲清清楚楚。爱珠阿嬷，啊，你拢想陪你来？丽丽陪我来。丽丽哦，啊，丽丽在倒？丽丽，啊，你伫个遐啊，阿嬷伫个遮啦。啦，真的吼，丽丽。好，丽丽，你都怎么带阿嬷来？推轮椅啊，阿嬷坐轮椅，然后你推着带她来，有每天吗？对，每天。那听说阿嬷很多事情都会忘记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会提醒她吗？对啊，有时候我会每天都提醒她，她有时候也会生气这样的。她生气你就跟她撒娇就好了。阿嬷不要生气哦，生气会丑丑哦。哎，祖阿嬷，哎，祖阿嬷，听讲你真侪代志拢袂记的，敢那会记的煮菜、甲做环保，啊，较舒服哟。我老师我来甲讲了，我姐姐讲，你哦什么话都袂笑啦，你只有若讲到情绪安尼吼，才会笑啦。安尼，啊，搁讲啥？看病有代志吼，叫你食药啊，你嘛无爱啦。嘛讲同我煮菜叫你食吼，你都是带有一旁来给我啉啦。潭主环保站，唔呐有一顶高水的老菩萨，嘛真侪人才，会利用打包袋来编织菜篮的好手艺。嘛有人用回收的布料做每一种功能的小包包，
也有一阵会做面包的师傅，每礼拜六拢会用手工来做，食健康、食营养的点心，互环保志工因食甲真欢喜。做主持哦，蛮多用心，蛮多用点心。对，因为那个有些老菩萨他们很早就来了，而且他们来了就随便喝一点饮料而已，他来了就一直坐的啊，所以我们希望说他们做到一半就请他们起来吃吃点心啊，走走路啊，哎，让他们洗洗手啊，哎。那后来我们就是吃点心的时候，大家都像就会大家都一起邀约来吃点心。啊，大家后来就越来越熟，就变成好像都是自家人，大家都很欢喜。啊，咱的潭子环保站吼，真正让阿芬啊大开眼界哦！你甲看这水果啊、奶汁啊、啊个酸啊，会当做成这个凉汤哦。哦，热天食哦，安尼就退火。啊，个有啊，美味可口的面包，嗯，好香哦。不怪苏姐讲哦，来做主持吼，拢受不了。今麦哦，赶紧来问月春师姐，是安那来咱的潭子环保站哦，会当这样幸福？月春师姐，哎呦，淑芬师姐，你在做啥物啊？咱这水道头那只假？哦，这吼就是咱的雨水啊，哈，咱环保站的雨水。啊，上人在提，在呼吁讲吼，咱的啊，烧水啦。咱这环保站吼，人足多呢，啊，地足足宽。你当初那想讲要提供这块地来做环保站？环保站是道场，哈，还有很多师兄师姐啊，共同来成就这一个环保站。虽然你看，我搭了第一期、第二期、第三期哈，它是一步一步的做。嗯，我们的师兄师姐大家很用心。嗯，好，这环保站是目前是。大家一起去经营，说好上人工要核心供养，我们他们住这个站吼，实在是有做个搞，且吼上林呐吼，大家人都没烦恼，我们也做个搞。你看，大家你看那个大家菩萨的笑容，大家笑翻咧，我若看见大家安尼吼，底下坐咧迄个笑容，我心里就很高兴。我每次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拢看，每一次来的时候先打招呼，看他们的，他们每一个人你看很专注。你看每一个专注在做这个环保的时候，我都是想到上人有一句话：“尽极清晨，自显希茂。”你看，你现在看过去，每一个都这样子笑容，我很满足。所以真的很感恩我们月春师姐哦，真的感恩你，因为当初哦，那家环保菩萨哦，无一个店哦，大家心会慌。其实呢，就是因为大家也需要有一个家的感觉，是也凝固那个社区的这个力量啊，对，就大家一起来共同来爱护我们的地球。这个是我们大家齐齐的做主持吼，是我上界大的改变。啊，当初我是有一种伫春年的时阵吼。迄个所有的压力压成的，互我有一种心理的病，然后有病了就。然后呢，那个在家里的那个压力吼，导致我对囡仔吼啊对家庭的那一种亲子关心吼，拢会感觉讲较严肃。啊，较严肃的囡仔对我拢较会惊吼，啊这一些互动拢较无好了。啊，但是吼那时候是戴假面具。家里自己的孩子，第一些跟我们周围的朋友哈，好像戴面具，啊拢哦化妆，然后就素颜啊，没有穿得很 lady 哈。但是我自从我进入了慈济以后，我那个假面具都卸下来的，就是现在原来的我啊。然后呢，我就把这个心呢扩大，那一种病就慢慢的，好就是慢慢的好。啊，所以说我对这一个慈济呢，我是啊相信这个法入心，哈啊，对我们自己身上所有的那个细胞，它都会转换很活络。所以我还是觉得做慈济的话，它有给我们的身体啦、心身灵都是很健康。这吼就是潭雅神的自行车道啊，恁甲看足水的吼，这是较早的铁路线，啊改做绿色隧道。阿姑呐，今嘛要来去乌节村，甲咱的环保菩萨加持。秀英师姐，好，秀英师姐，我来啊，老早，系啊，哦，啊你几点来等呢？我五点半就来擦干了。
五点光，我已经插两人啊。真的哦、喔，你来看。欸、我听人讲哦，孙、欸、啊是用插的对不？对。好，你来看。孙啊，这啊，这啊。哦。这啊，嗯，好，挖开就看到。哦，甲挖开，啊，搁来嘞。挖开。啊，即卖为遮呢插。哦，啊，甲插，甲插落就对啊，吼。安尼，互你移，互你移看会落去无？插孙啊，就是安尼啦。嘿，啊，出来咯。插袂落去啊，无够力。哇，安尼啦，一个移到遮，一个遮啦，无啦，唔是用安尼，一个提遮，提提遮安尼。哦，安尼家移落就较有力。好，好。哇，哇，插袂落去啊！哇，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为遮安尼，无你就用脚那个。哦，打落就好啦。哦，用脚哦，哦用脚我就会用的啦。哦，好。哎、欸，好像可以了呢。嘿嘿嘿，有细面啊吼。好了好，好好好，搞搞搞搞，好插起来呀。啊，好累啊、哦，我的脚好痛哦。啊，正孙啊，上重要要注意什么？啊，用心耕啊。哦，用心用心耕啊。嘿啦，拢爱款的食工了，啊，拢爱用心耕啦。诶，就是讲中部上有名，就是阮新田的，新田的了，顺上好食。地址的关系啦，啊，哥吼，阮家人拢足用心照顾的，拢这孙仔拢足食工。你若愈有家，愈家整理愈有水，伊款的吼，就愈发愈水。啊，你若无家整理，就规个变掉拿去啊。孙仔吼，操，咱清明遐都进前遐都爱施肥啊啦，啊清明过遐都开始发细枝细枝的番呢，啊，甲端午节遮吼，都会发足水足大颗的啊。啊，草插到中秋节了就无啊，遐都爱搁留笋母啊，搁互明年搁发安尼。哎，好牛哦，牛！师姐，你这要扛去倒位啊？你搭来环保站啊，去那做环保啊来做诶。环保站？嘿啊，遐环保菩萨啊。足重诶咧！这草都几百斤。这无啦，这草无六十斤尔啦。无六十斤，我扛袂起来，哪有可能？我担会赢咧。你担会赢？嘿啊，安尼较担起好啊。安尼担起就好啊，安就用担起来啊。嘿啊，好。我真正足无路用诶，我搁担一间看卖。你敢那是一个故事？你哪搞哈？我唔敢。你为古早当到即马对无？对啊，做囡仔当到即马。哦，做囡仔当到即马。啊。因为我看小云师姐敢那一个曲势吼，伊安尼，等下卡起安尼，安尼了。我给你倒挂起。一二三。哦，你嘛是担袂起。好，好，你手走。好，我手走，好你去稳固去啊。一箱吼。姐，咱家出山的这孙仔当做什么料理？可以做凉笋，啊，搁会滚用滚汤滚孙仔水。啊，孙仔吼，咱食足好的哦。像咱这孙仔有高纤维，吼，像我们哦，像我这个体格的人吼，多吃孙仔足好的，食孙仔就较济，那预防哎或者那个高血压，啊，啊可以抑制那个胆固醇，吼，啊搁孙仔吼。嘿，等下吼，我会甲做笋仔包。啊，笋仔包要怎做呢？阿芬，我甲你讲吼，你捌听人讲，阮先产，一寡那个太太都去产的捡黄金无？产的捡黄金，什么意思？产的捡黄金就是讲，像阮东北是冬末的时候，阮这先产家有很多农场，很多农场爱的滚马铃薯啊，什么叫女人最漂亮？认真的女人最漂亮，你不敢打他死哦。认真女人最漂亮，因为潭州人的查某人吼，大家拢做表示哦，听到柚子好捡，田又黄金好捡吼，啊，大家下班拢表示去捡。啊，这个是马铃薯，哎呦，这烧的呢。烧哦，爱烧烧哦。烧马铃薯，你得爱先烧烧，然后我们用这个。那是什么粉？这个有。含地瓜粉，还有一些糯米粉，然后咱炭烧来甲冲落去，1:1，一斤油脂就是爱一斤粉，弄个会规完像面粉团安尼。啊包就是咱用手安尼个黏者，抹一撮一点仔油，油，啊给它搓一搓，
啊，你这就包这笋啊。好，包笋啊，哈。啊，甲切笋啊。切笋啊。这是笋啊，炒香菇。嗯，对，笋啊，香菇，啊，搁皮丝啊，你。啊，你就想办法，免啦，捏，甲麦油造出来的。好。啊，咱即摆讲究环保，就是用香蕉叶哈。用香蕉叶哈，用完可以当做有机肥啦。对啦，这种未制造垃圾啦哈。安尼差不多要找偌久？安尼，咱即摆安尼吼，用起来吹吹差20分，20分钟，20分钟都过好食哦。嘿呀，做香鸡我上爱就是讲，你煮给人吃，啊，大家在吃时，每个人进来吃饭啊，来餐厅说，大家人拢在笑哦。真正维多多就是我的智福，哎呀，我的心得就是讲，煮给大家跟大家菩萨结缘，我就足欢喜安尼。感觉好像妈妈一样啊。小朋友回来，然后吃完饭，看到他们吃完饭，自己就觉得哦，好快乐，又把他们的胃啊喂得饱饱。哎，阿芬啊，哎，我来介绍哈，这里是咱的在这里哈，全职的师兄，专职的阿姨哈，无话无都没有什么语言哦，但是他就很表示哈，啊，讲点阿祖。你看，做加熊沙来，咱这环保技工做环保，也是我们这园艺里面的园丁志工哦。我真正就惊出事啦！啊，你真正把这当作厝哦？嗯，对。这有让你温暖不？有啊。啊，你哪只爱来？那我都阿姐回来走无路啊！来这个温暖。我改变出事了，我来出事，我改变之后。60%以上啊！啊，搁40%是啥无改？40%吧。湿性。较脾气较歹啦，有当只脾气较歹，较会激激死人。毋过较早嘛是拢重嘛母，啉酒啦，重啊迄个跋筊啦，重嘛做。改变上侪都是只孙仔孙仔吼，较有地位拢靠咱扶持啊。啊，咱是讲吼，一个嘛是爱行一条较。公平的路啦，啊，莫讲吼，甲遐当咧，往嘛毋是办法啦。哦，我说实话，你做遮尔，我是讲遮较方便啦，较近啦。来遮嘛，啊，差不多2分钟就到呀。今仔日真欢喜哦，草根菩提368出去走走，来到这吼，甲大家斗阵来做环保。这有参存咱的厝无？有爱来吃无？爱。巴肚会枵无？会。要食饭无？会。好，阿你咱来食饭，得无？阿芬啊，今仔日伫咧台中的摊主，唔呐看到在地人安怎伫咧爱护这片土地。阁学会遐竹笋包、甘奶汁甜汤的做法。阿芬啊，发现这个摊主环保站留下的秘密，就是因为有师兄师姐用心的经营，和志工因来个食，都产出是回来厝的感觉哦。其实阿芬啊嘛足爱恁的呢，因为我回来吃吼嘛，敢若回来阮家的，大家看到我哦，阿芬啊回来啊啦。哦，我大概听到安尼，我感觉好感动哦。小师兄，你讲一句祝福的话对镜头讲。哦，祝福呀。嘿。哦，祝福，谢谢。祝福，谢谢。哎，我直接祝福咱所有环保志工菩萨，哈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家庭美满，万事如意。哎，我祝福吼咱环保的师姐和师兄，大家当身体健康，食百二百四组。啊！来感恩伊，啊，祝福因安尼，大家拢身体健康，心身灵健康，感恩。欢迎大家来摊主，